心，只有你。打声招呼之后，我们首先要先感谢你今年成为我们的梦想大使，好多朋友在不同的出口都因为你的号召来听了好音乐了。最近还是一样，就是勤跑健身房，不过我就是最近很多人看到我都说我瘦了，所以大家可能对我留在很胖的印象还是在看一些网络上的照片，所以大家可以就是偶尔可以就是想可以像今天来那个音乐节看到我本人就会知道我很瘦了，是不是最近有比较瘦大概两三公斤有了，对，是健康的去跑步。节食的计划其实我都是还是很正常的吃啦，因为我很怕说就是没有补充正常的营养的话可能工作会昏倒或没有体力，所以我还是有正常吃，只是就是少一些油腻的东西，不吃猪肉，因为猪肉是最油的，都是吃鸡肉类或海鲜，海鲜可以减肥。菜不会啊，就是叫妈妈清烫啊，就是少加一些调味料，就是清淡一点。有一些传言说你人气下滑，你自己会不会很介意这个？其实是还好，就是可能就是会督促自己之后往后要更努力啊。对，然后之后唱片也就是要出来，还有第二部电影，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再看看我的努力这样。第二部电影的戏路跟第一部电影完全不一样，因为是演那个五六零年代的乡下乡村小姑娘，所以跟第一部完全不一样。第一部是比较都会的小小妹妹这样子，个性啊比较不是傻大姐，比较是属于好强型的女生。演技上啊，因为其实我本来就是没有演太多戏，所以如就是这个角色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因为我这部戏是演那个不会讲台语的女生，然后我其实台语是非常练邓的，所以我就是有一直在学习怎么样讲话可以像是不会讲台语。在西门町那部戏有人说你是花瓶，是花瓶，对，所以之后那个接戏的部分会更努力，对，就是第一次演戏，也希望大家多给一些机会。明年应该就是公司会规划，就是让我可以朝那个部分可以再多学习一些戏路的部分。接了第一部电影之后就很喜欢演戏，所以有就是公司也有帮我规划说之后也是会多接一些戏剧的部分。新专辑啊，在大概12月底的时候会预购，对，现在还在就是筹备。